主料，节瓜3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鸡蛋2只，瘦肉丝100克，葱花少量，胡萝卜丝少量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猪肉丝、鸡蛋、节瓜、胡萝卜材料，鸡蛋在碗中打散，加入盐调味，胡萝卜、节瓜去皮洗切成丝，热锅下油，倒入打散的鸡蛋煎熟，铲出冷却，切成丝条，并起油锅炒熟猪肉丝盛出备用。锅中加油，倒入胡萝卜、节瓜丝炒熟，倒入切丝的鸡蛋，再倒入炒熟的猪肉丝，加入盐、蚝油调味，最后加入玉米淀粉打芡即可。节瓜们，但太有食欲了吧。烹饪技巧，节瓜用来炒的话，选择那一点，口感会好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